它后台显示的 GIF 是有动的，所以我才以为有。哎，感觉又蛮出来，之下又杀了一堆鲤鱼王。你今天让色尾刮到鸟跑了，有没有存档？啊，有，要刷色尾就乖乖存档哈。 什么都没有，存档了哦。先睡晚安，好，瑶瑶晚安。明天会开直播吗？会，礼拜二会吧，应该吧。明天应该是狼人杀啦，太空狼人杀的样子。 你在弄图鉴意外遇到哦，好吧，那没办法避免。啊，刮噪鸟就白痴，怕打架那边乱叫啊，很烦呢。所以我都是直接看到它，赶快存档。我突然又想喝那个了，酸辣汤。哎，怎么办？我对于现在什么下地狱那些名次。 一直都在第一名，我就觉得没有第一名感觉会很奇怪。干谁？啊哈！谁敢跟我抢地狱最下面的位置啊？对不对？舍我其谁？没有啦，也谢谢各位捧场都有去填表单啊，谢谢，让我能坐在地狱最温暖的位置。哈哈哈哈。 不是，有时候真的觉得我的嘴巴怎么可以这么贱呐！明明不怕蟑螂的我尖叫，还好啦。我平时也不怕钱呐，也不怕你们抖内啊。可是你们抖内的时候，我一样会叫啊，对不对？叫的跟小女孩一样。 没有，我被吓到，不是因为钱啊，是因为被斗内的音效吓到。哎、欸，干，大量发生把那个鹰眼怪的那个分层抢走了、欸。哎呦呦呦呦，这么一只，啊，格斗系打死。岩浆海吗？没有啊，就地狱最底层啊。 这个要打25只，用格斗打死25只啊！然后嘞，他只要打死15只就好了。看一下这个多白痴的任务，打倒次数15只，以格斗招式打倒次数25只。天哪，我想说这个我就不要开台阶了啦。最近这些还是都私下节好了，开台陪你们打日麻，没有玩腻啊，就只是觉得。 都玩这个的话，观众感觉留不住，对吧？你们还是比较喜欢打麻。哦，哎，怎么黑黑的？哦。 当然，其实还好，可是太近，什么？太近或碰到就不行。对啊，就是你看到当下会吓一跳吧。那只是不要影响到你碰到你。哎呦喂喂喂喂喂喂喂！感谢。 会员，哎、欸，我晚点敲你一件事情，可以吗？那下一下，不要，我现在，哎呦喂呀、啊！
我本来是在想说转圈圈这个要不要改一下，就是也是改，就是把它再优化一下啦。感谢，还是我现在敲你？请问会员的歌是什么？格斗宝贝，格斗系宝可梦。对啊，格斗宝贝，可以去找。你用错了，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我要用火系啊！按错了啦！哦，还好啦，火属性打打到，可以啊。好，感谢黑猫的续订 supply， 我已经拿下来了。哎、欸，我们是不是很久没聊了啊？你不见了、欸，要找好久。等一下哦，算了，我从菜渣群找你哈。菜渣在直播哦，他在直播哎、欸。我看一下哦，找到你了，传送讯息。你是不啊讲出来的？没有转对耶，怎么还没？哎、欸，不要闹哎，不要玩到一半突然叫哎，耳朵受不了哎。只追下一秒被 KO， 连皮肤或 AO。好啦，走了走了走了，现在都没有就走了。好吧。爱奇啊，对啊，哎、欸，怎么坏了啊？你们玩坏了，哈哈，醉啦，玩坏了，被你们玩坏了，做得不错，哎、欸，坏掉了、欸，哎。坏掉了啦，这个东西也会坏掉，会啊，哎呦喂，好，这个没坏，抱歉，是那个，啊，怎么订阅的没有？感谢那雨迷，哎、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为什么黑猫的没出现？然后讲一下哦，这个格斗宝贝不是原唱啦，是自我调过速度跟翻唱。哎呦，啊，怎么夹了一个棉被猫？哎呀，完蛋了，黑猫。好了，我补你啊，是谁下一秒被萌萌哒，原地复活萌萌哒，我们拍一个帅的 pose。然后咧，战斗吧，勇士保护公主梦达，还在犹豫什么的，选歌角色吧，哎、欸，忘了，反正自己的订阅歌都忘记了哇，你给我出来哦，完蛋，我每次听到都跟着唱这首，真的超可爱。等下，还是没打。
我赚到了。还是你们要听王贝贝唱？好啊，下次坏掉就王贝贝来唱。没关系。哎呦喂呀、啊！你们现在是？干嘛是谁？谁坏掉的话，我就唱歌补偿他。你们在玩这一招吗？我赶快、赶快、赶快订阅！谁坏掉的话，教主会唱歌，这样子吗？这还行吧，这至少没有比小蛮腰难唱啊。小蛮腰的尺度太难了。感谢黑猫的超级贴图。我真的很抱歉，我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绿界也都霸凌我，绿界不让我跳出来，导致你们什么东西？哎呦！我突然有歌，伊宁的啊，哎咻！应该不是自残技吧？不要哦！哦，好险，好险！刚刚用会员了，只能 SC 了。你不是干？我们那时候在聊地狱第几层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加会员的。所以我那时候在想，我要不要把那个什么，我的会员的那个音乐改很短很短那一种，不然有时候剪片不好剪。再加上有时候觉得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会关麦感谢嘛，对不对？像哈基或团团或杰克，可是他们关麦剪片有个不关麦感谢有个前提是他们没有要后置剪精华，那再加上。另外一个缺点是，如果我们其他人在讲很重要的事情，那他关麦的话，感谢嘛，是怕吵到我们。但是他会不会就是没有参与到我们刚刚讲什么，又导致说我们要干嘛干嘛，他才会问说，哎，所以你刚刚什么东西没听到这样子，懂吗？别放错，这只是格斗、哦、我知道。刚刚放错，刚我知道是要放什么啊？原来两个月可以传留言，可以啊，第二个月就有超级留言。感谢音乐，我知道你 FB 有加我，但是那时候好像忘记加回来吧，加下去啦。因为有时候看到你会在我的留言下面留。都有看到啊，有点过赞。可恶，你好想传什么？你想传什么？
免费的 SC 啊，还钱，免谈，不行。S C 和贴图同一个声音吗？同一个啊。因为他不能调吧？因为我看后台没有地方可以让他选。可恶！我知道了，这声音真的太大了，已经不会骗，不会被骗到说是那一个。出社会啦，白心，出社会啦。会去看美美的图，大家都会画画。没有欸，现在没画画。我现在只画一张，上次说没有存档给我当机的那张图而已。那之后就没有画图。因为画画其实真的不是很吃香啊。干！不要！倒霉喽！不要！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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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险！啊！这算什么？有吗？有吗？有吗？有吧？应该有吧？会动的布布更可爱了，什么意思？你讲布布好像不会动一样，我被恭维。纸贴图，哦，你是说丢荧光棒？嗯，是重画的时候，因为像这一张图，就反正只要一张图，然后改就稍微改一下，就有四张图可以用。但如果要画探头的话，是我要全部从头开始画，先有墙壁。然后再慢慢探出来，然后再探出一颗头，然后再耳朵弹出来，再弹一下这样。不算吧，烧死的话，我不知道。等一下用钢蒙打他，我等一下用钢蒙打。钢蒙，要用钢蒙哦，要用钢蒙哦，繁星要用钢蒙哦。繁星要借用钢蒙打哦，繁星，我们约好咯。除了必买什么贴图哦？欸，很累呢。我本来也是有打算说今年再出，要么就把布布的那个就是改成动图，要么就是重画一些新的。可是画动图就我就是全部大翻新啊，全部。等一下呢，这是可以打哎、欸，嗨，先休息了，晚安，好晚安。明天下午教学，赶快休息啊。我记得之前姐没算到，哎，不然就舍身冲击自己死掉了，也什么都不算啊，木锤打死自己也不算啊。打错便放枪，你放什么枪？记得用钢蒙，那也要看我聊天，我也要看聊天室啊。
我们可以两次。哎，好，都给你玩，都给你玩。哎，这只死了我就没有了哎。你要打白板？你刚刚打？你刚刚干嘛？木木晚安。干嘛啊？别吓死我！啊！哇！刚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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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冰冻变好，冷战被冷死，怎么可能被冷死？拜托，我都还没冷死了，可以冷死嘞！放暑假的我晚点才睡。好的。嗯。哎。那课题好像解完了吧？是木锤跟什么迅疾什么鬼的？穿短袖短裤，昨晚真的好赞哦。可早上就很冷啊，我昨天也是短袖短裤啊。有时候觉得声音好小，我突然发现说啊，我的麦克风好像是太高了，我拉低一点。但有时候好像声音都收不太到，像这样子，有没有声音？声音也比较大吧。晚安，要睡的晚安。哎、欸，我发现每次都好像玩 Among Us 还是什么鬼东西的，就会变很冷哎、欸。上个月也是，上个月在玩 Among Us 的时候也是很冷，对吧？因为那时候是我每次玩 Among Us 都记得是很冷的时候，然后手在抖，然后其实都是玩得很辛苦。哦，呱呱呱！看一下伞。大家记得多穿点啊，有时候穿太厚就是会不舒服，就那种会憋住，然后就脖子不太好转，然后身那个就手也不太好动。你看一下，
那个叫啥？那个是啥？然后路卡利欧啊，穿戴多敏捷会降低。对啊，而且如果不排汗的话，像其实我之前有穿一件裤子，然后是我真的抱怨，我真的是憋冷太久了，才跟家人说以后不要买这种裤子。他说怎么了？这件很暖。我说对，但是重点是它不排汗，导致就是我的腿有那种湿疹，就超级痒的。我不是前阵子有看台的话会说我现在屁股好痒啊，就是因为那时候久坐嘛，坐久之后流汗，然后屁股的那个那边没有排到汗，那加上有时候躺着，然后也是就是裤子都没有排汗，就导致很痒啊，就这样。最多透露到这边的很痒啊，就只有很痒而已。重复我的话，很痒。我那时候想不起他的名字，因为我想说应该不是叫冰岩怪吧，我说应该没那么烂，是跟花岩怪然后换一个名字叫冰岩怪吧。那时候他冰的属性要叫冰岩怪，那花岩怪应该是要草属性啊，对不对？草岩怪、花岩怪、冰岩怪啊，火岩怪是不是？我那时候一直参加冰乌龟还是什么的，看起来皮肤比较敏感，我皮很薄耶、欸。哇，我猜想我屁股很好捏、欸。院长安安，嗨阿亮。昨天心情不是很好，然后我本来一点半想睡，然后两点有睡意了嘛，又躺在床上躺一躺，睡不着就爬起来，然后又躺一躺，又睡不着爬起来，然后早上快七点才睡着。啊。情绪好差，很好捏。欸，对啊，就怎么讲，没有肉都是皮，你懂吗？那皮会怎样？就可以拉很长。欸，对啊，红月，如果有机会见面的话，因为可能场次或是可能会请你自己谈之类的啦，然后可能会见到面，然后那时候不是给你捏屁股啦，给你捏我的脸或是手。你敢捏我脸，我就捏回去。跟你讲，那现在不累吗？啊，我现在不在赚钱吗？赚钱怎么可以喊累？对不对？已经很轻松了、欸，哎，也不说轻松了，已经很幸福了、欸。快走快走快走，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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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好啊，你说我可以捏你屁股吗？糟了，我的天，这台主好变态哦。真的想捏观众屁股，而且还是女观众的屁股，多了一张贴图欸，因为那时候你们就在该说没有哭哭啊，然后就上传了啊，我之后再慢慢改啦，就是有一些贴图
更好更好看，我再慢慢的加，慢慢的改。再给教主一点点幸福。阿长，你什么时候来淡水？我最近想要一个大抱抱。哦，红月，我以为你是说 A 告，哇 A 告，感谢阿长的500块，谢谢。哎，等哪一天天气很好，太阳很大，我们出门去晒恩爱。啊，天气好啊，太阳大，要干嘛？出门晒恩爱。啊。要好兵哦！快了，快了，快了！我们冰岩怪差三只，它可以打麻了。各位撑住！小卡比兽哎、欸，其实冷也会冷到头很痛。有时候在想要不要带那种毛毛开台还是什么。哇，原来室外温度12度。聊天室坏了，没有啊，没事，对不起。但愿今天作息可以正常一点啊，希望啦，就是不要怎么讲。如果作息，我本来我半夜还想说啊，不然开个台好了，半夜不知道干嘛，又没心情干嘛，啊开台又不知道干嘛。那昨天本来想说，好啦，去看一下哈记台要干嘛好了，我说。哎、欸，不是哎、欸，出门一天原来是出门24小时的哦，我都不知道哎、欸。那就反正昨天就是整个不知道干嘛。你半夜开台我就跟不到人了，对吧、啊？然后都要开那种很深夜的话，然后开完之后就是不上传记录档的那一种。完全不开记录档。教主画出那个透明 ID 真的很恐怖吧？欸，我是觉得可以陷害人啊。那再来就是另外一点是，因为你那样取就不知道你是什么嘛，啊，你的后面的代号什么编号都，你的狗等于你的狗牌啦，你的狗牌就不见了啊。啊，其实昨天在那个管理员的那个眼中就是。怎么可以让你那么肆意妄为？所以现在有那个
有我说那个有退群那边狗牌的跟 FB 的狗牌的，对，那应该已经算是稀有动物了啦，因为毕竟也不太会去双开了，有时候管理双开又比较麻烦一点，对吧、啊？因为我觉得，反正勾勾拔掉对我来说也有点打击吧，就没有动力了、啊。可是有些人也是说，哇，可是你的追随很多哎、欸，就这样放掉也很可惜。我说，但。退群那边其实真的抽成太多了，虽然他可以赠送会员有的没的，可是真的抽太多了，我觉得钱都被抽掉了。但巧克力也不会想要双开啊。嗨，无名。话说你要那个词汇吗？什么词汇？哦，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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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哎、欸，还有吗？我看一下哦、喔。有哎、欸。接下来有下集。啊啊！这一轮打完，我们就开日麻咯，五分钟后见。我先打一打。再给我五分钟。如果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哦，你说你会哭？再给我两分钟，让我把记忆结成冰，别忘了。打不痛哎、欸！我拿他打花眼怪，就怕他被花眼怪咬死。I O D。我只是想打同之间解路，然后现在在庄家城山，还要几点啊？没意外12点吧，意外没发生的话，没玩游戏啦，我没玩游戏，什么意思？好大隻，光遇炸了，哦，没事，我今天的15根蜡也跑完了，就可惜木土只要过翼龙的土，我都不敢跑了。哦，没游戏玩啊、哦，对不起。
没玩游戏。我想说什么没玩游戏？我想我在玩不是吗？哈哈哈，哈哈哈，我不是在玩吗？然后就说文字顺序不影响阅读。唐安安，你一点任务都没完成。今天的任务蛮简单的呢。今天是哪里？峡谷。峡谷的话，它有一个是什么？找到蓝色之光跟峡谷之光在同一张地图嘛。然后再又是完成那个先主动作的任务而已，都在同一个那个冰湖上面。所以有三个任务都在冰湖上面，接很快。那另外是完成30根蜡。收集30根蜡。明天上早班先躺了，好，阿长晚安。阿长晚安。哎、欸，孩子嘞？还是冰堡嘞？奇怪，冰堡嘞？哦，找到了。哎呀，才不会忘了你呢。怎么还有？来，来吧！你在抖什么？你在抖什么？再一只，再一只，再一只！哦，还记得很早以前打斗阵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吧？那时候不是个人参吗？你们都还记得吗？那时候我不是也是学他声音学超像的，一模一样。哎，哎、欸，菜渣，我那时候这样叫他，真的吓到菜渣，我都快笑死了。嘿，菜渣。你要看我玩麦卡利吗？那手手可是把菜渣吓死喽！等下他再开台哦，结束再进去玩一下好了。一进去，嘿，菜渣，你还知道我是谁吗？然后先把名字改掉，有没有？我先把那个。我先把我那个菜渣群的 ID 改掉，改人生及时行乐什么之类的，然后再进去吓他，说：“嘿，菜渣，好久不见！”哈哈哈，好白痴啊！我说：“嘿，菜渣，你还知道这声音是谁吗？”嘿、hey, 人生，我说嗨，应该很多人不认识了啦。因为斗阵是早期那时候刚好认识超立方的时候一起玩的。哦，福谦也是因为那时候玩斗阵从超立方那边认识的啊。很坏，不是啊，也要有人知道他是谁啊，更坏的是你们还不知道他是谁吧？哇，他是谁？然后我在学他讲话。哎、欸，火属性差一次哎、欸，那我们写完火属性啊。
我们超坏，我们一起坏。我们是谁？兔窝神经病。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断掉梦想。然后往北北的声音啊，我们在开台前其实我又在那边玩一次，但是我一进去，因为我们那天不是有跟团团台的话，会知道他不是有帮巧克团都分那个属性吗？就是我是火属性宝可梦嘛，然后那时候分好之后，我们就改名字叫什么电属性宝可梦、火属性宝可梦这样子，然后改到后面就是我也跟着改，然后进去发发就说：“嗨，你是谁？你改火属性宝可梦不认识？”我就。嗨，发发，我是谁？这样子，然后杰克在那边跟着学哦。其实杰克学的发看，他很硬呢、欸，还是我又没有刚猛？哦，我没刚猛。对，我就这样，就学，然后学之后杰克，我是觉得杰克好像是，方向对了，但是他的声线好像没办法，他就好像只是这样子讲话而已，这样子就是很明显的还是有杰克的声音在，他声音比较厚而已的杰克这样，结束了，干，我还要捕获次数，我还要捕获次数。怎么还要捕获次数？我回家打日麻。我们回家打日麻喽。哇，写了一小时哎、欸！天啊，魔王任务。我不啊，你叫狗嘴，还是给你开台好了。肚子抖成这样子，其实我昨天好像没吃饭。晚安，晚安，小牛晚安。啊，怎么又在阿飘的房间？你在干嘛？わらわのような神様を待たせるとは、随分な度胸ではないか。わらわに気に入られているとはいえ、何でも許されると思わないことじゃ、人間。你要抢吗？看你啊！干，还不抢了！你是不是真的很傲娇啊？你是不是很傲娇啊，无名？昨天没吃吗？就说。情绪没有很稳定啊，只是昨天的感受有应该会感受得出来吧。我其实昨天很不稳，我说情绪方面，看来这注定要我去睡觉了。晚安，番茄晚安。
不好。啊、你给我去睡哦！我是说干，据点，你给我去睡哦，不是干你据点，给我去睡。混一色又海底自摸也好爽哦，哇，好爽哦！我没想这么深欸，你有多深？合作抽抽，又看看我什么时候开始看那部动漫？还没看呢、欸，不行不行，等一下标记我，贴个巴哈动画风给我。我明天开始看。看，看就你扣子，我想说我的西风嘞。これ、持ってけよ。我也没看过啊，但他们都说给我看就是香这样子。我说好啦好啦，看啦看啦。日麻动画、喔，还没啊？日麻动画不是四月吗？是雀魂动画跟那个联动一起上不是吗？我是说那个啦，那个回夜姬也想谈恋爱，让人想谈恋爱什么啊？回夜姬谈恋爱啊，好，结束。很好看，我知道很好看啊。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哇，好屌哦！打出来又碰哎，这操作六六六。ランヤ。咦，对家那个角色是谁？那个那叫谁？啊、真字魔。神智魔，看什么作品？哦，讲过了。哇哦，哇哦！他就是病娇啊，看到没有？小燕晚安，看这个脸，那大家是喜欢这一只啦，孟子，我当时抽不到的就这一只啦。看可爱。
home.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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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icious. 越看越想氪，哪一个？现在吗？还是说新角色联动角色还没出欸？消息不都还没出来吗？就想氪哦。无名，人家说别梦了欸。无名，醒，绿茶牛奶安安。台麻这叫全球人欸，什么意思？我知道有全球人，但全球人是干嘛的？又梦一下，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啊！跟上四月的辉夜姬星一季，对啊，他们是说跟动画一起出啊。全球人就是哦，单骑哦，全部都是从哪里拿来的？哇，总是哦，全球人哦，全部球人吗？哦，懂了，懂了，懂了。嗯，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也别难过啊！天牌，看在你手上。ペトン本一ドラさん。跳ねま！看这个声音，这是恐怖的声音。你快听！给你打掉，拿去打掉。这声音怎样？你可以哦，这声音可以哦。啊，你有没有听看他的声音？你要不要听看他的声音？好听哦，好听的声音。那叫门清，什么粒子不求人自摸，气哦，耳朵好痒。同一个声优，声优都是你说这两个吗？不是吧？这两个才是吧？就是。欸，番茄，这只的声优跟这只的声优是同一个哦，加到了吧？
早上还没给我装可怜。我乱玩，乱腰。今天下来要不要打什么？对吧？音乐晚安。統一本一リーチドラドラドラに漫画有没有好听吗？房号。終わったぜ。てめえらの人生みてえにな。我是跟这只结婚啦、啊。吗？有结吗？哦，好像不是耶，是买衣服。为什么你是在日麻在聊好像不是日麻的游戏？什么叫做火龙打了吗？日麻有要打龙哦？发生什么事？你这次没口人，很好，继续表现下去。砰！砰！夜月哦，不能按口吗？你说什么？没有啊，可以啊。我忘记删除了，打什么火龙？你是说登大郎吗？利奇。Pump.
哇，现在有多少台币转退取啊？我看到三毛交额，还有谁？看一下、喔，重新整理。因为下午看到交额这边开，然后现在推荐里面有三毛，还有丫丫一笔。现在这么多元发展的吗？有些双开吧，对啊，酱油的话是开很久了，双开很久了。然后土司庙也双开很久了，嗯。哇，你最后竟然不是留发财，哦，两张出去了。哎、欸，说好了，你这是三宝牌，不行，退货。看，我都哆啦咪了。你要控制好你的牌，他说，干你来。我来就我来，那小，那么小，你应该会喜欢这个，对不对？那个谁，番茄，应该喜欢这张脸。还好，那你不是我认识的番茄了。怎么能说出还好这两个字？你不太敢进去，哎呦，没关系，那金发妹子留给我。哎呦，最近网络很不稳哎、欸。如果喂，我还在吗？如果待会我网络断掉还是什么的话，就开到这边哦。因为下午有一次是几点啊？四点半左右的时候，那时候。那时候，就网路炸了，然后不止光遇也出问题，然后是就反正网路就突然断掉。我那时候就光遇，妈，我在吃馒头，吃到一半突然我的画面就只剩下我一个人，然后馒头烧掉还不会给我火，那时候多难过吗？多无助吗？这件事我知道，对啊，我那时候还在教人那个用那个星露谷的东西，教那个阿西罗亚，
每次看人家玩新入股，第一件事情就教他们怎么打，把那个显示那个工作方块的那个打开，跟让那个视野拉大。有没有停电？我那时候有听到说有人有停电，有好像哪里平在、欸、那时候看到的说什么停电。哇，这时候如果贴这个的话，太嘲讽了。就是单纯我觉得他画得很可爱。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杜甫，晚上好。龙。那可能是停电前一天，我听到网络突然晚上了。没有，是下午的时候。你又混颜色。我刚刚为止终于能上了，结果给不了星火，对，他就一直出问题呀、啊。那时候我飞到一半，一直说什么连线错误，然后要倒数五秒钟，妈，我飞到一半哎、欸，人都已经沉到海里面去了，然后飞起来的瞬间又说倒数什么延迟五秒钟，最近不是常会这样子吗？刚才擦眼睛，刚刚倒饼干的时候，饼干屑好像洒到眼睛上面去。我现在瞎子看不见，这什么桶？是，哈哈，哈哈，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哈哈。我看不见，我真的是瞎子。等一下，什么东西？瑶瑶九连宝灯哦。然后把九打出去，说九连宝灯。三个九，九连宝灯。今天任务是木土，然后就不做了。你可以等那个啊，等白天再解啊。哎，好丑，也不是说很丑。有抽样，那这个妹子你行吗？她就是那个胸部会抖的妹子。リーチ。ドン。就是有一个她的有一只是过年的嘛，然后脚下有那个食物啊什么的。
匹が三匹。跳ねまん。リーチ一発ドラ。哎呦，来这张，这张，这张，哇！然后自摸这一张，哇！好，都是梦，全都是泡沫。先睡了，晚安。好，感谢你的会员。哎呦，按错。是你不会倒酒。砰。碰，完蛋了，那边乱碰，碰，没有，你就气气看呐、啊！感谢英灵姓吉村贵生，哎呦哎呦，很会抢耶泡芙，那这一只咧也是兔儿哦，没飞走干嘛，我想飞，
怕什么？我讲了阴灵两个字吗？为了阴灵殿啊啊！我二一好想打飞，你说他哦？リーチ。ラン。有人想击飞我哦？他曾经的梦想是击飞所有实况主呢。他曾经有这个宣言。所以每次跟他打，我都很小心他，他都会截图下来，我都要格外的小心这个人。我不要成为他的脊椎记号。你讲阴灵不是啦，他是说信刚说那个2100啊，我刚刚那个阴灵幻梦不是剩2100，然后他就很想要击飞他，然后阴灵幻梦回怕。哇，这个字幕也可以这么痛，干右下面杀人，这种挖沟就好比光遇的一个叫明龙的东西，那乱咬人。没错，一个温馨的游戏，总会有一些会吃人的生物。哇！你在国士无双哦，我想说你的牌，你缺什么？他缺一万，哈哈，我没有哦，我就一张而已，没事啦，祝你国得到好吗？来送给你，有了吧？泡芙。啊，你不要、哦，好吧，好吧，好吧，丢水沟，丢掉，打掉，把它打掉，我要混一色哦，我要混一色碰碰壶哦，极最励志棒，哈哈！看来本来要国的是我吗？不是啦，泡芙啦，我没有要国。欸，干！我干嘞！我才没有要国的。龙？我不是哦。刘德华说过大家都发财。
六九。呀咦！我要吹卡祖笛喽，各位，伊娜桑，我要来吹了哦。进那时候宣言现在还在执行吗？我不知道啊，所以我到现在，所以我到现在还在那个啊，防他。然后四封都连打，对啊，我那时候就想立鼓立鼓新年财，然后不是不知道打什么吗？然后就从那个袁咏仪那边打出发财，我们大家都发财。我想说啊，这算这也不算四封连打吧？吹嘎祖笛被弦难听，那你有问他你会吹吗？那你给我认真打牌好吗，女人？是女人，女孩，女人，你给我认真打牌。口水好多，阿兵安安。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他要杀人，他想杀人。等一下啊。刚好爆麦吗？他说会干啊！哟，换一首歌。
应该说会断吗？那感觉音感，应该说有些尾音的地方或是起音的地方，感觉没有收到音，啊，没有收到音就会造成断麦，不断麦，一会儿要听到卡祖笛是怎么一回事？没有啊，很无聊，无聊就想吹。啊！啊！死了欸，蒂恩，你死了欸！感谢泡芙，感谢伊宁，感谢蒂恩，一，一。没人欸 ，Hello， 哎、欸，爸爸，你们要玩？哦，没了。哎、欸，这场可能会微卡、啊，提炼一下、啊，提亮一下、啊，也可能是最后一场了哦。还有什么歌？水好多、哦，我有点抖、啊。宵夜错过了，没有，反正只要在59分前结束啊，我们就在一场。反正就是12点为一个值，好吗？这场也可能打到12点。哎、欸，小六啊，六六，你不要因为不立值，对不对的事情啊，开心玩好吗？不要有压力。你就给我开心玩哈。等一下哦。我想好哦。没有人。
我想飞人吗？没有啊。哇，没救了。哇，这没救了欸。应该他手上。那个 V 呀、啊。香椿露啊，不要有压力，你看他又没粒子。唱哦，那我要 QQ， 喵正开始，晚安。正十张不敢立，好啦，对不起嘛，不要有压力嘛。没关系啊，你就立了。然后你下一回再把粒子棒拿回来啊！你要有这个觉悟好吗？啊，这个晚安，对，那个晚安，哇哇哇哦！哦被口水呛到，哇哦，哇哦，哇哦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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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四六七，这才七张哎、欸。对啊，就金牌特务二，那时候我想说，哇，金牌特务二有这首歌哎，然后那时候才发现我是井底之蛙，有吗？他说其实这首反正就是从别的地方传过来的，然后我还在那边说是那个宫崎骏的哦，真的是笑死人哎。再梦一次，不要。你看，油饼来了，然后呢，要干嘛？我要被小鱼骂了，对不对？小鱼，不要生气啦！不可以骂我。还有什么歌？没有啊。有字来我就会留啊，没有字我就会丢啊，没啦，你看。
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か。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决斗吧，绿茶牛奶。哦，我死了。原来北在你那，哎，好丑，好丑！来，那请问，刚刚你为什么没有粒子？刚刚是剩十张吗？啊，现在嘞是剩多少张？不利。我骂脏话没有啊？没有骂啊，为什么骂脏话要偷偷骂？不能光明正大的骂吗？啊，对吼，白痴哦，白痴吼，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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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忘记他碰了发。马尔吉燕，我是新手，没看到他的荔枝棒，我都会全身痒痒的，全身痒痒的，全身痒痒，很不自在。看呀！嗯，绑太紧了，等一下我调音。调音啊，调不好啊，都换新的、啊。哎、欸、哎、欸，番茄碎了哦，算了。我想说，想问他，他是买价格多少的？好像只买卡组的又怪怪的，买个几十块卡组的，运费就60块，哈哈。不是卡祖笛那种，那种商店都有，不是商店那种文具店，还是要那个乐器的，卖乐器的。
哎呦，怪怪的了，是不是我吹太久了？嗯哼，嗯。啊，等一下，这卡主题感觉又锈掉了，锈掉了。伟星安安 ，Hello Hello， 给你爱心。欸，我觉得是我吹太久了，那个卡组里里面都是水蒸气耶，都是气耶，完全吹不出声音了。然后我甩一甩都是，也不是口水啊，就是然后直笛吹太久，不是都会有滴那个蒸汽出来吗？水气。口水不是口水啦，我吹卡组笛。抬头在那边吹的，怎么可能会有口水？你对着玻璃上面哈气，你会看到水蒸气吧？对，啊，你会说那是口水吗？懂了啦，口水没那么多啦。啊，六六，我要看到荔枝棒哦，给你那么好的牌。干嘛？你要双荔枝哦？哎、欸，不给你双，哎、欸，不给你双。那算口气吗？就是你，因为吹这个，反正就是。嘴巴是张开，是哈出气，哈出气啊！而且我说过，卡主笛这个东西就是，你出气的地方，就是从嘴巴，你要产生出共鸣，才能共出这些声音啊，共出这些声音。你看，这也算是蒸馏水吧？对不对？这个是这个滴下来，其实不是口水啊，是蒸馏水。你感觉越讲越恶心，我要休息一下，不然吹不出声音，好无聊、哦。啊，冬至了，冬至了，赶快该休息的好好休息。噜噜啦噜 ，dancing，dancing， 哒滴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把自己搞死呢，我要干嘛？繁星，我忘记了。佐治九连没有，那时候问过他们了。暗杠不算九连宝灯啊。没杠就好了，对不对？七八九九九九，滴滴胶煮的
蒸馏水。滴滴叫着。好来辛苦今天来看台的了啦。啦。我的一百帧，你是说甜度有105度吗？有哦，那甜死人哦！我的蒸馏水有105度的甜哦。12点了，来开车。上车咯，夜酒安安，要关台了，要休息了，感谢感谢。哎呦，输了！哇，你好棒，你好棒哦，你好棒哦，不愧是灰夜姬，小六，你好可怜哦。完了，我仿佛听到 DC 群在欢呼声，是吗？没有，他们在 DC 了。哇，我听到了那种热烈的鼓掌声了，太强了，完美的 ending。对，感谢感谢林一林。哎，不是。都结束了，对不对？那就不用按了，对不对？那就不用结每日了，对不对？小鱼，你怎么跟我说？啊，我想说都留给你，结果没有看这个画面。谢谢小鱼，谢谢谢谢。领取，不能。你好怕六六把北丢光，我那时候还没进章，对不对？昨天就可以解完了，好，好啦，就到这边啦，感谢感谢，我要去把卡祖笛的水甩一甩，你也不用啊，我可以上精华吗？不知道哎、欸，反正最近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看，我觉得要有那种赌注的，然后拿出来剪，然后有那种。打脸的那种会比较好看好啦，大家晚安咯，看一下有谁可以带，应该也要，你们应该也要睡了，带应该也没有用，我看一下有谁可以带，那带一带，带过去我再来边听台边做事情，库马再开，然后库马再开，我、哦、怎么讲说？古灵再开，库马再开，太渣关台了，我来不及了，居然！我是很烦。好啦，大家晚安，拜拜，不带了，不带了。